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福报降临财运广，四大生肖前有贵人，后有财神，没有一个人不想有钱，但想要变成现实，除了努力外，还需要好运的支撑。虽然运势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，却影响住我们生活点滴，后福指将来或者晚年的幸福。也就是说，即使眼前不顺利，也不意味着会一辈子吃苦。有些人就是年龄大的时候才会转运，越老越有福气。现在一起随小编看看早年吃苦越多，老来福报更多的四大生肖吧。生肖猴，对待生活积极乐观，聪明机智的头脑，伶牙俐齿的灵动，都使得他们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道阳光，照耀住他人，鼓舞着他人，是一个传播正能量的福气生肖。他们不但很会照顾人，常常听到他们对身边人的赞赏和鼓励，这使得属猴的朋友们身边的人福气漫漫，充满活力。他们也经常乐于助人，对待身边的好朋友总是能够雪中送炭，及时地给予他们帮助，所以在经过漫长的积累，福报也是越来越多，运势也会越来越旺，身边会经常出现一些贵人，给予他们帮助，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多。这种不计回报的做法，必将使得他们能够得到长长久久的幸福生活。生肖狗是十二个生肖里最特别那一类人，他们不但忠诚可靠，而且经常任劳任怨地为助身边的人，默默无闻地付出。虽然他们行事风格天马行空，很多时候让人捉摸不定，甚至无法理解他们的举动，但是说起来，他们是十二生肖里最讲义气的一个生肖。他们不愿身边的人的受到伤害，相反还会自己去替代别人承受这些烦恼。生肖属狗的朋友们福报深厚，有助上天的祝福，因此即使有些小的状况，也能够因为积累的福报获得贵人的帮助，而且自身也不会受到影响，尤其是往后的日子里更是如鱼得水，逢凶化吉，好运大开。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爱情，亦或是家庭，一定是美满幸福，富贵满堂，财运滚滚。生肖羊可能是十二生肖里最温柔最温顺的一个属相了，他们看上去就会让人萌生想要保护的欲望，总是希望周围的人给予自己照顾疼爱。生肖属相的朋友们最信命运，他们相信宿命注定是善恶因果，天道轮回，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束缚也比较多，也能够抵御外界的诱惑，对自己的信仰无比的坚定，恒心十足，认定一件事情必定会坚持不懈地去完成。为人方面，对待朋友真是好的没话说，经常会包容身边人的小错误，很少会要求别人做一些事情，只是希望自己做的能够帮助到他们，希望他们开心快乐，温柔贴心的关怀，无微不至的照顾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为人，使得他们的福报越来越多，积累的好运也旺上加旺，身边的人经常会给予他们无私的帮助，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循环，使得福报常常围绕身边。经常听到老一辈的人说十羊九福全，说的正是属羊的朋友们，真心祝愿你们阖家欢乐，幸福安康，财源滚滚。生肖兔一生也许并不是很尽人心意，他们的胆怯是他们最大的软肋，做事情总是顾前顾后，犹豫不决，但是在需要别人说明的时候，总能抛下所有的一切去成全他们，所以可能会大器晚成。他们是所有人的福星，属兔的朋友们心胸宽广，积容了身边许多人的烦恼，他们更像是一块海绵，积累的越多福报越多，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因为他们乐观的心态，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，将使得他们年年益寿，儿孙满堂，付出的终将会获得福气满满的回报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
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赚钱最多的三个生肖，有没有你？有钱最好了，相信每个人都想赚钱最多，那将是多么的美好。痛并快乐住，没钱的时候想做什么都会受到限制，看到自己的钱包瘪瘪的，只能看看就好，而有钱的时候随手一挥就能信手拈来，那种日子过得真舒服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，有的人财运一直不好，只能干看住，不过也不用太灰心。小编发现这些生肖六月份的时候财运大逆袭，赚钱最多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快来看看有你吗？属羊的人六月开始，他们将会有很多的好运，身边的小财比较多，无意中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品质。在职场或者官场的人，还会有人提拔，官升三级，自己创业的人客人多，踏破门槛，赚钱多多，不仅工作当中有很大的提升，一鸣惊人，得到领导器重，而且钱财大旺，享福无穷。只要属羊人树立目标并一直努力下去，必能好运连连。属鼠的人六月开始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财运一路飙升。在贵人的鼎力相助之下，他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都能顺风顺水，财来贵到，顺理成章的扶摇直上，成就人上人。属鼠人将遇到姗姗来迟的财运，有月得吉星加会天魁，天月两颗吉星，易结交到有地位的人士，职场上更是有贵人相助，事业也是步步高升。属鸡的人六月开始行火金运，运气呈上行势头，但事业上多易有反复和波动，日常多有劳顿，并会有一定的压力，整体较为被动。下半年开始会遇见很多的机遇，买彩票都容易中大奖，还有很多横财不断，全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六月是他们的幸运月，财源广进，事业上能够遇到无限的商机，如果好好把握得当的话，赚钱根本停不下来，财源滚滚来，还怕没有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机会。但是要记住，不可过于松懈，要时刻警惕自己，否则很容易因小失大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